早一早。每个人对退休的定义不一样，有人觉得啊，我退休完每个月有两三万可以用，然后有房子可以住，这样子就够了。来，过来，不想啊，看你只要有来，你能不能去西柜来？快过来，快结婚啦，快过结婚了。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有些人会想给你或我哥或我，哎，看着存户里面的数字越来越增长，会越来越快乐。啊，过来要吃什么？我哥，我要吃啥无？拢无的哦。小刀鱼的无啦，小刀鱼有人要吃无啦，买两百块啦。哎，小刀鱼哦，你这等于搞用方的用，这你啊这两百这四百这十百来两百啦，有人来无啦？哎，这八只两百块，十八块来，这十只两百来，这呢？十二百两百块有人来无？少些啦，十四百两百哩。哎，这两百块十三块来两百块，叫我涨大些啊，好无？两百来头前买来，拢来。啊，超大一个人还无两百块，四百两百，六百两百，还佫少点，其实八千两百块啦。啊，这超过五十岁退休就会一直衰老。当然，我身边也有人是那个，大概在我这个年纪就已经退休了。但是人家的生活过得很精彩。早上起床慢跑，慢跑完吃完早餐进健身房，健身房练一练之后吃中餐，下午没事呢就去百货公司逛逛街，把把柜子。看我写的，够了。看我卡先卖，这大鸡嘞300块先卖，叫来300块的章鱼脚了，这大鸡这等于三三。然后呢，一个礼拜就安排两个时间点去四处走走。还够了，没就看我卡，我300块就变300了。300块不行，300块了。哎，三百，没人来我没有想过要退休的 Benny， 我觉得如果拍片可以赚钱，可以赚一辈子的话，我就算不拍叫卖，我也会四处拍片继续赚钱，四处玩，四处拍片继续赚钱。基本上就是没有退休的一天，但是会把工作、退休、娱乐、休闲统统绑在一起。你话好啦，要饲啦，只饲起就对啦，干只饲起咧三百抽起，只一只一只买五块，我只个十二只个千二块，系，只只个几多来？300咧，300块啦，一斤只系300块咧，不然要只十斤系无300，十斤搁300有人来，十斤300无人来吼，好咧，系头先买个，老子啦，好，把高利花咧。哎呀，别个师傅这么好，阿哥你不接虾？你落鱼有人来无落鱼啊？落鱼我叫两个人给你钓，两个钓卖你们也不可能卖一辈子啦，会的。两百来开三五条啦，300人来无，200块条啦。对啊，你说的这种生活呢，基本上，要自己到一个月有大概10万块左右的开销，那你就可以，而且这10万的开销是不会，就是你一个月花10万，但是你的本金完全都不会动到的状态底下，你就可以过的这样子的生活。但是你要把通货膨胀算进去的话，你还是要每年要有2-3%的成长。喂，看你偌济啦？喂200。嘛，是喂200。啊，不叫你喂三百，你嫌伤济。啊，你喂一喂200，你嫌伤济。啊，无一下钱，你去人买一只。啊，就叫你喂一喂200，喂愈济愈少，无错安怎啊？哎，你加啦，啥歹啦？哎啦，你喂二只啊？你加啦，要输钱啊嘞？你记得？
太节省了，你看我后面台啊，几块台啊，几块台啊，拢开300，几块啦，几块300，两块600斤啦，一百有啦，不然开500块斤啦，三块有你500块，你三块500先卖啦。安尼就惊死啦，规台湾全省就死了了啦。四块来，500块先卖，加啦袂晓接无啊，500，比乌鸡还少啦，几块落来，500块，加啦，你食袂了。我来讲两句啊。好啦，咱一人，来，你来一点。叫我们落去啊！啊，你用到两个，用到两个，知啦，你用啊！啊，大声，我惊死！哦，要我讲两个，我听。哦，你这样，你两个叫人家，人家不接。啊，你咱是两只啊，无？两只啊，无。啊，我只啊，无，我包。系啦，我包你。啊，你要两只啊，无？过来，不两只啊，无？顶右上角点进阶点化石点到750，来十来个进来两个跑不掉，对不对？300，我最好解300，相宜我能买啊哦。好嘞，先，咩？我们就先。那个花生怎么卖？两只加捞，我只爱遐大只，一只炒金瓜，他讲两只一啊5000块。你几位先买？大波来，这第几位？可以钱滚钱利滚利的状态底下，说真的，老师，那些人需要认真上班吗？我认真讲也不用啦。这边吗？啊，两杯底下我讲你外烧，啊不你外烧啊，卖来我见啦。还有个人要吃虾仁卷的无？啊，虾仁卷搁下来200块200啦。搁有人爱无200块？200无人爱啊吼。我很欢迎去给别人跪。跪过一次就会回来。字幕不会跑？有啊，会跑啊。啊。我你老人家较欠话去，我认真讲的，老人家较欠，我觉得不错。做过生意的就知道，那个遇到想杀价的人啊，你起摩子也都别送。要蛤蟆先买这个，百五。快点！好啊，你不了解，你做嘉宾我可以，做蛋糕。
说法别家卖多少，你去找买啊，我都买。以前做生意的人，就有些人就拿东西来比价。我讲，你都找到这个介绍啊，你过来找我送啊，你就去找买就好啊。伊愿意出这个介绍二厘，哦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拍破啊，你找到足少的介绍。然后他回来说：“无啊，我就感觉我行情较好，我叫你谈，卖拜托的，你卖我谈，我拢安尼在讲，拜托的，你去找伊，哎，这条这条我谈袂起，你卖我谈，拜托。”交期写十年后，然后就给他了。啊，我讲回高，你再来，你再回钱就好啊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你要收，你要收交期十年，你是咧交啥？啊，无啊，我讲你要提这介绍，就是十年后交这介绍啊。”我做生意就是我该赚我赚的钱，我想要赔的时候是我心情爽，我想赔钱。啊，回去吗？
没有自己拿。没有。没有。自己挑了。因为我不想卖。所有人在说的，要吃就要吃食物，而不是吃食品，好不好？它原本长怎样就吃它原本长怎样，而不是吃它加工后的样子。好吧。你给沙发。你给沙发。你给沙发。建芬，早。建芬有没有要从桃园下来嘉义啊？涨薪十五，拜托一公了后，今日都无啥人。昨天十五对不对？777高东888龙条创办的999当初站点吉隆王公气了，你来啊，来你饮料来啊，我好不好？那个企鹅这样跟你介绍过隆重的吧？我是为了你的形象啊，才把你介绍这么隆重啊，对吧？那再介绍的更浓重一点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六支五百。企鹅没走过的店就活不下去的，王公企鹅早安。打架啦！啊不，你去打架啦，我两架就好啦。你若不爱遐坐，来，你要500。打架。今天市场，今天市场人好少。用清蒸的哦，没有了，我叫谁啊？
你看等于三百了，先卖了，那个卖了四百，三百了，卖三百块了，跌了两百，三百块。也三百块哦，买个多的，这边三百啊。这边五百，五百。还有几箱？几箱？人家阿姨啊，这什么？北京的北京先买来。今年不是抢到一张？北京春节会不会抢？两百块钱怎么？今年卖讲开三百来，你这五六的。两百了，这能够了。啊？对。来。我白白的呀。我是不怀疑的，我都不爱贪。哎呀，那人家新买的，你买的都贵呀！买新买的，你买买好呀！我买了啊！来呀，明天来呀！走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。啊，那人家新买的它贵。对呀。来呀。我买，我买三八。哎呀，三八。他以为买三八的，先买三八。我弄五百。先买三八了，我先买三八。谢谢。不像啊！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刮花啦！刮花啦！那这波。压啦，压啦！买个。刮过来，我给你刮来。好啦，好。那这。帅鱼两百个帅鱼啊！你等于用吹的，你要你先买。哎，完全无顾得起，你赶快阿姐五百四百，三百了，不然来不了。你会这样不啦？啊！你不会这样哦，两包，现在都够了，够了。啊！一百啦，还没一百，一百，那算鱼啊？一百了啊！啊！一百块，够没有？对，够了，够了。两包现在两包来，包了，算鱼两包现在两包。哎。哎呀，让算。两包，两包，还有两包，现在两包，对。